轮背乡轮背国小为着传承布袋戏文化，特别新立社团，邀请知名布袋戏大师廖昭腾来教小朋友和另外来学习人戏乐，并且用将客语讲台词，就促使小朋友体会布袋戏的趣味。嘛，传承将客语今年因运用在地故事，加上开嘴师的演出，参加云林国际五戏节，嘛得到小金钟奖的肯定。开嘴师喊戏，红仔伫台顶相拍，这是轮背国小布袋戏社团第一摆分林国际五戏节所表演的在地故事《七砍师傅金心师》。而且小朋友唔那是用招人客话来讲口白，嘛结合着招人客家三宝子，伊来开嘴师。这精彩演出嘛，互因成功得到小金奖奖。学布袋戏是从二年级开始的，到现在已经五年了。我对布袋戏是非常的喜欢啊。对这个布袋戏有兴趣，所以我才会来这个布袋戏社团。我从二年级就开始学习布袋戏，到现在已经有快要五年的时间。本身不是客家人，但是我是到学校来学习才学会照安客语。因为我们这个是照安客家布袋戏团，所以我才选择来当教人客家文化中布袋戏是相当重要的一项，因此积极推动教人客家文化轮背国小，第四年前就来成立布袋戏社团，除了来传承这项珍贵文化外，嘛和小朋友学习合作能力。布袋戏是我们照安客家文化很重要的一个传统艺术。那我们轮小的布袋戏团成立到现在是第四年，那孩子们练习了几年之后，那在舞台上渐渐的可以得到一些成绩，对于戏友的操作、口白的描述都越来越精熟。对于这摆会当来得奖，校方是特别要感谢基德老师廖昭腾，因为有伊用心的看架，才会当让小朋友知影人戏红仔时阵的美感。另外，校方嘛相当肯定学生认真练习布袋戏，才会当在比赛中发挥到上好。就有这个荣幸可以获得金掌奖，那首先非常感谢我们廖昭腾大师他细心的指导，那他在指导孩子的时候，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讲得非常清楚，再加上我们轮背国小的孩子在学习的态度上都非常认真积极，那在操偶跟口白部分也都做得很好。人布袋戏已经真无简单，用教人客话做口白来人布袋戏，更是一项相当有挑战性的任务。伫轮背国小的学生会当来完成这份成就，可见伊是付出真大的努力。记者谢欣采访报道。